天君夫人不好意思让您久等，请您马上放了我们守路，只要是为了守路，我也不惜与斯罗国展开战争。能不能先让我们确认一下守路公子的安危？既然你们那么担心他的话，黄玉小姐，你要跟我走吗？守路公子，看你平安无事，我终于放心了。今日我们三个人聚集在此，是为了要除掉我们共同的敌人，那个人正是守路。如果守路还能逃过此劫，那么我愿意相信上天的旨意真的存在。你怎么会是你？你不是龙飞吗？一真阿赤，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每周六日上午8点，全新2小时，金守路。